边保养，再加上我们晚上想在这边看那个黄渤的电影一出好戏，所以就打算这整个一天都在这边过。嗯，一会儿我们就要把车子送去保养了。刚才我们去云上吃了米线，云上的番茄米线一直都是我的最爱，来了北边一定要先吃米线。但是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是不是换了新厨师还是怎么着了，反正今天番茄锅的味道就没有很好吃，但是难得吃一次我还是吃得饱饱的。现在我们就打算去放车了，给你们看一下 Jackie 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到车行了。我们到车行了，但是我们来早了，所以我们就等一会儿。我们现在已经把车交出去了，然后现在在等 shuttle bus， 可以把我们送去就是周围我们想去的地方，刚好就送他去他剪头的地方。我们已经到剪头发的这儿了， Jackie 在洗头，我就在店门口等着他。我今天怎么觉得我录 vlog 这么不自然，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录过 vlog 了，就不太知道要说什么，所以我就觉得自己挺不自然的。现在我就在门口等他，然后我背后呢有一家钟表店，我正好有个表没电了，我一直都带在身上，想的什么时候路过这里了就可以加块电池。然后我现在就等着那家店的就是客人没有了之后呢，我就去换电池。现在 Jackie 已经剪完头了，然后我的这个表电池也换好了。刚才我不是说我坐在那儿等他吗，等他没人了我再进去换电池，结果那家表店生意特别好，一直就是有人在进去就是弄他们的表，所以我没办法我就过去排队了。然后就在 Jackie 剪完头的时候刚刚好就把电池换好了，在我换电池的时候后面还有三四个人等着要弄他们的表，还好我机智。然后现在我们就去现在我们就去 Markfield Mall。 对，因为我想去转一下丝芙兰，丝芙兰不是马上要打折了吗，可以在官网上下一单，我就想一单就下够了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想买的呀，然后有没有什么新品呀什么的，去转一转看一看。好久都没有逛过丝芙兰了，今天去先做一些笔记什么的。然后现在我们在等车， Jackie 打的是 Lyft。因为什么？为什么打的 Lyft？ 因为我有那个 credit， 就是人家 referral 我，然后我就有什么$10 off 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去的话，就不要钱。好、哎，来了吗？打卡了。哦，还没来。那个司机他不接你了，他要掉头。哦。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Lyft， 我自己之前都是打 Uber。其实我没有觉得就是这家剪的有多好，但你每次都来这家剪，也许你去尝试一下其他家的还好，要不然每次剪头都要来个这么远的地方。那这样，我们已经到 mall 里了，想让自己脸小一点，胳膊就要伸得很长，别人就都能看见我在录像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先到处逛一逛。但今天又没在家，我们俩就刚去星巴克买了杯热水，然后现在把药冲好了就拿在手里等它凉，一会儿就可以喝了。现在就继续逛一逛，刚才我们去了双立人逛那个厨具。你们有人和我一样吗？就是不会做饭但特别喜欢厨具，就特别喜欢逛逛那些好看的厨具，就想都买回家但是都不会用。现在逛完了，车也弄好了，然后我们朋友来接我们，一直都约不上。本来今天中午还约了，也没约上，但现在不想约给约上了，马上就要见到他了。刚才我在丝芙兰还看了好多，就已经有想买的一个，已经有个 list 了，回家我就要放到购物车里面。刚才我们来的时候下雨了，好像现在应该已经停了外面。
我们现在见到朋友了。Hello，Hello， 哇，太难得了。然后变成 Jackie 开车了。还有小朋友，你说你好，小诺啊 ，Hello 呀。你这二姨，你记得不记得？你是不是好想 focus 一下小诺？哎呦，怕你把我儿子吓。主要每次见面都不一样啊，主要我换色儿。对对对对对，他一下不认识我了。你知道我一看到我也挺震惊的，说真的，这个颜色，因为你给我发照片，我以为是棕黄色，棕粉色。对，其实是粉，有点发粉，挺好看，挺自然。那就行，那就行。第一次出镜，刚才眼泪都要出来了，一看你不在。你看咋我俩上车你下去了，他被劫走了。对，他因为他也被劫走了。只要我在就没事。哎呀我们已经到电影院了，因为时间来不太及，就打算在电影院这儿吃了。但他俩不看电影，他俩就过来陪吃的。我也想看，我也想看。有了小朋友以后就不能吃的自由了。想弄啊，改天，你帮我带着娃，让我也去看个电影。你没有我，你看电影有意思吗？没有，我宁可自己看，也不要丧失这种机会。太可怕了。我们现在已经看完电影了，本来想吃小龙虾的，然后但是给那家店打电话，那家小龙虾已经卖完了。那可能就没有活动了，我们可能就要回家了。明天早上我们还约了陪一起吃早饭，因为她明天她老公就要在学校考试。我本来说明天我们中午再见，可是她就来不及了，所以我们明天约了9点钟见面。天哪，周六9点钟要一起去吃早饭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回家啦。但是真的是想吃点东西，但是算了算了，既然没有的话就算了，那我们就回家啦。我们已经到家了，在我们准备睡之前，我想给你们看一下我们今天在那个商场里面买了什么。我不是说我喜欢厨具吗，那儿有一家双立人的店，我就买了2样小东西。买了这个锅，超可爱，有没有？可以煎鸡蛋，但是就不大。但我觉得这个锅太好看了，一眼看上去觉得好看。它还有另外一种样子是，就像一个小盆儿一样，这两边有把手，但是我们买的是这样一个带柄的，我觉得很好看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然后还买了一把双立人的小刀，刀柄是这个颜色的，就它刀柄有各式各样不一样的颜色，我觉得这个颜色最好看，然后就买了这个。然后最后在拿车的地方买了这个香薰，就是当时我们拿车的时候有送过我们几条，然后我们觉得这个绿茶味的很香，然后就又买了这么一盒，一盒里面有3条，正好车上的那个就已经快不香了，我明天就把这个换上。然后这就是今天买的东西了，丝芙兰看上的那些东西今天都没有买，我想等到24号打折的时候再买。那就这么多了，我就打算上去洗澡了。我这个头发染了之后还从来没有洗过，我本来想再坚持一天，但是 Jackie 嫌我太脏了，他说我今天晚上必须得洗头，所以我今天晚上就要洗个头试一下，也不知道就是颜色会不会掉很多。 OK， 那就这样了，这就是我们这一天的 vlog 了，那我们就下个 vlog 再见吧，晚安啦，拜拜拜拜拜拜。